吃什么吃什么，闭嘴！我下来。和你阴阳发黑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我说你别说了，老爷。人与人之间不能没有沟通。请问阁下，现在是不是轮到我选了？如果是的话，告诉我一声；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一声。是的，这就对了嘛，一定要多沟通。你看，善于沟通的人，手气都好一点。你看他，天天吃就是了。哎，有失去理智了。你再啰嗦几说。年轻人，不要心浮气躁。哎，今天好的都没有胃口了。李子，干了你！今天全是本地美食，你们怎么说？全是本地，那全部是好吃的。卤粉，不给你吃，炸！哎哎，给你。这个早餐才卖5块钱，信你信你。哎呀，闻臭吃香。兄弟们，看我的，三间粉都是好的，干杯！现实不管，我自己玩。反正都是鱼，怕什么？我进来。当我傻，你只能这样。马上回啦！耶，有意思吗？嘿嘿，鱼腥草也是鱼吗？不行，咱们叫鱼腥草。原先我与我生气，他敢和我顶嘴管理，我什么想抓他哥？闭嘴！出来！我可以先点不？不可以。还点不我？我来选，我帮你选的，我才被你选来，让你选吧。
我来分析，你们没意见吗？说真话，求之不得。这么大的炉，我不做评价，压板应该小。一只笨鸡这么小的炉，能装一只鸡，肯定是三个鸡皮面子。这个一片生姜，从表面上分析，插在下面必有好的。鸡鸡鸡鸡！闭嘴！我给你点这个大海螺，我劝你不要看表面。对，你想看我海螺？大海螺，对，让。三个鸡腿。精灵，我选这个。我看中这个了，你还是不想好？给你，用一盘青菜。哇，老师啊，赶紧吃。你这样就有。这个老六没事的时候多治治他，专治这种老六。哈，有肉。你这嘴巴不要乱动啊，乱动我搞你。这个老鹰小胖到了，香港找遍，一看你就没吃好东西。老六怎么会吃菜呢？你干什么？没用的。啊！我的晚宴收到好多消息。好多人来帮我，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以为有人发信息给我。我怎么没有啊？没事没事。这么快干嘛？哎呀，吃腻了。都少了，干杯！